天，醒了。咋的？你一直都搁这儿呢？我这不怕你醒来找我吗？可哪儿呢？我找你干啥呀？我。你一直在我耳边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，都膈应死个人了。你都听见了。我可不想听了。行了，你搁这躺着吧。突然有一种看乡村爱情的感觉，赵四和刘能。哎，你们看过那个网上剪辑的那个，就是什么？你是莆田的花钱的继承人。